准备好受死了吗？说吧，我今天已经麻木了。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的嘴被我刚嘴巴被封住了。你家里竟然有胶带 ，unbelievable！ 来来来来，干嘛？你把胶带撕了吧。哇，看得我脸都疼了。把粉都粘掉了，还好啦。我这样好看还是刚才那样好看呢？这样子好一点吧，清爽一点哈。嗯，好的。咋不给我血瓶？这是随机的。朱砂，朱砂。二十连胜嘛，想飞二十连胜。那我们这把断了他的连胜。那你医药费你给吐血，我跟你讲，连胜医药费你给得起？没有钱，我没有钱。玩什么？玩什么？一连胜一个飞机啊，告辞了呀。二十个飞机。玩什么玩什么？哎呀，太深了。玩什么玩什么？我想想，勇敢西子不怕困难，怎么萎靡不振的呢？不就是破产了吗？多大点事儿啊！我也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还是没想不出来。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惩罚呀？你看他这一副要死的样子，啊！我让我想一想，你让我好好的想一想。那个样子，你家有没有假发？有啊，输了戴假发。你家有假发？哎，你我有啊，想戴吗？那个白的对吧？没有，我有好几个颜色，粉的和绿的。那你戴绿的，那你中间就抖肩膀吧，抖起来吧。抖肩膀有什么好玩的？那现在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玩呀。妻子想戴。对面主播跟别人连麦的时候还在这里补妆，你又不跟我玩游戏，
又没有人开局。你要玩什么游戏嘛？你又不说，每次都是让我来想，给自己挖坑。那有什么游戏嘛？进度条落后的一直放屁，什么鬼啊？低俗，别，太低俗了。哎呀，太长了，太长了。真心话，我跟他没什么好问的，过程可以开合跳。你看对面已经划水了好几十秒了，然后要划水到等会推塔，然后就开始我开合跳了。多少？烦不烦？你个刺狐！不要欺负小叶，我警告你。来开合跳吧，那我跳了，我不跳。完了完了。哇，是大血瓶就用了溜撒。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大血瓶这就用了溜撒，溜撒很专业哈，试验推塔，谢溜撒大血瓶，谢溜撒的飞机，谢小叶的飞机啊。还有，我们竟然还有大血瓶，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大血瓶？完美，没有可以玩了啊，好累啊，别拍了，玩那个吧啊。女人的谎言，我也没呀、啊，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有东西啊。女人的谎言来，我今天心情很不好，真的，不是你昨天就心情不好了。我今天心情很不好，假的。我今天收到了三个男生的私信，什么意思啊？微信，三个男生的微信。真的假的？两个。我收到了万宝路的飞机。真的。谢万宝路的飞机哈。干嘛尬聊？你说什么顶上？我今天收到了15个飞机以上，假的，真的。多少个铁皮火箭？我看，我今天收到了2个宇宙飞船，假的。你想拼去？
我今天还是听土嗨吧，这个歌听得我要睡着了，真的。不要唉声叹气的妹妹。我刚吃了三菜一汤。假的。真的。我今天穿袜子了。没穿。好。我今天穿的是。你打呀，你打自己呀，你在干嘛呀？真、是的。我今天五连胜过。假的。真的。上把被断的。那你还习惯呢，习惯。习惯锤子啊，惩罚戴假发，没过百不惩罚。好，那再见，拜拜拜拜，我打游戏去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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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干坨子了，兄弟们。来连我，小脸蜡黄，我脸滑，是因为我开了黄的灯光哎，今天。哎呦，这个口红还可以，看不见唇纹哎，好口红。小小矬子送上门了啊，他邀请我连麦了啊，等我涂完这个口红晾他一会儿啊，晾他晾他一会儿，把土豆人给他晾一会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太冷了呀，不冷，我们哦不冷，不是，我刚说我真的不忍，不冷，我没空，我不来，你别动了，我要唱歌，很热的，我不来。小小坨坨子，你什么意思呢？啊？什么叫我什么意思啊？你耍大牌是吗？让你等一会儿，怎么啦？不是让我等一会儿，为什么要让我连你？不是应该你来连我吗？你耍大牌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我连你呢？那为什么一定要我连你呢？你跟我说的，你为什么要给我发信息说来连我？你直接连我不可以吗？你非要说给还要给我发信息说来连我？我记不住你的直播间号啊！我都能记住你的，你为什么记不住我的？现在背出我的直播间号，立刻马上518167。错了，我有七位数。518967。你是不是看弹幕？我没看，弹幕哪有那么快呀、啊？ Okay, 有毒，真的。那没问题的，那没问题的。菲菲心里还是有我的。你今天怎么还有点漂亮啊？那么来勾引你的粉丝了吗？专门。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不许看，不许看，不许看，不许看！不可以看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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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看他！快快给我站起来！不可以看，不可以看，你们都不许看！一时挡住了自己的镜头。你又挡不住我的镜头，笑死了，我要发功了，赶紧补补妆吧。你好烦啊你，你好烦啊，眉毛也不画，我的妈呀。哦对哦，你不说我都忘记我没画眉毛。你一来就对我挑三拣四，你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跃跃欲试了。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我这边都没试牌子呢，等待发射了。我操，完了，我这边已经架上炮台了，坏了坏了，我这边都已经早就已经发威，已经送完了，他们坏了呀，那输了呀，请我吃饭啊，
干嘛？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你不想请我吃饭吗？我给你个机会，请我吃饭。那你就这样。哎，弹幕都在干嘛呀？这里是518916，搁那扣飞飞飞干什么呀？我也爱你，宝。虽然你在另外一边，但我的心里爱你，宝。你说叶黄在我这边吗？好，他不在。那你说你在哪一边？你爱我？哎，怎么点接受啊？找到了。不许发飞，我要把飞子禁了。妈的，打 PK， 打 PK， 你们在我直播间。哎，你来我直播间看一下，他们有多夸张、多过分，好吧？啊，多夸张、多过分！我要把妃子给禁了啊！你放歌呀，你放歌。哎，各放各的干嘛？各放各的，各放。哎，你来我直播间看一下，他们有多夸张、多过分，好吧？好吧啊，你放什么？我要发什么？多夸张、多过分！我要把妃子给你放什么？哦，你为什么要学我？你放歌的，我就要跟你放一样的，快点，你放什么？我放的是土嗨呀、啊，你学不会。那我也放土嗨。那你放吧，你放的什么土嗨？你跟我说，我就是纯中文土嗨呀、啊，你土嗨就嗨就完事儿了。真的假的？他是不是现在乱入林的阳光飞机去排？我天天放。哇，你别同步，哎，你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那不如你放好了，我不知道，我没有选这个选项哎。在视频连麦上面点开，我根本没有点同步伴奏这个东西啊。那你声卡内放好吧？嗯，对。听得到吗？哦，原来你真的放的土嗨啊！你好土，你好土啊！就是放土，稍微给点大声点。谢谢乱入林的阳光飞机。哎，别刷了，别刷，真别刷了！你一直刷就没意思了啊！你刷一会儿就得了，啊啊、别一直刷。对啊，不要一直刷啊！玩什么姐？你说呀。女人的谎言，什么东西啊？女人的谎言就猜真假。我说我今年18岁，你猜真的假的？猜错了之后，猜错了的话，每猜错一次倒一次力。算了，倒力太麻烦了，每猜错一次做鬼脸吧，让你可爱一下，好吧？猜错一次做个鬼脸啊？行，怎么说？怎么来？怎么来啊？举个例。嗯，我今天穿袜子了，你猜真的假的？假的，来做鬼脸吧，够鬼吧？对，可以。然后你说一个，我猜真假。那你把这个伴奏关了，我用那个，我用那个放就没有这个那个感觉了，是不是很吵啊？不是吵，是你那边声音有点小，然后又听不清。我近一点。谢谢 Coco 妹妹的小雨瓶和水逆驱散，谢谢 Coco 妹妹水逆驱散许牌子，谢谢。我脸上有两颗痣，真的呀？点的，你自己点的，这不是你真的假的？瞎子啊？你不是点了两颗痣吗？你说是真的假的呀？真的呀。做鬼脸吧，做吧，干嘛？我真无语啊！干嘛？这就是你的鬼脸啊！太垃圾了吧！这怎么还垃圾的？哎，你是不是另外一只脚没穿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他们说你一只脚穿了，一只脚没穿。就是想看我的脚，我跟你讲，你的水友就是想看我的脚。你上屁，你的脚胖臭还想看呢？谢谢鸵鸟匆匆的办卡，谢谢戴魔王的办卡，谢谢安东尼的办卡，谢谢哼哼的办卡。还有什么呀？哎，你来，该你了。我今天吃大蒜了，真的。哎，你的鬼脸都太过分了吧！你的鬼脸，花样了，他的鬼脸好可爱哦！我输了呀，兄弟们。你说，我今天洗头了，真的。
哇，你这个可以可以可以，牛。我该你了呀！我今天嗯了，假的，你便秘。我刚才就嗯了，我也来。坏了，你们肯定要说高下立判了。你这口红也是假的是吧？就这么敷衍敷衍水友。口红是真的，口红是真的。没有啊，你的口红都飞起来了，你的。哎，你的嗯嗯到底是什么呀？他们在说嗯是什么意思？嗯是拉粑粑呀。我靠！是谁？谢谢派大星的王子玫瑰。哇，派，好好运啊！我操！谢谢彤姐的狂欢超火，谢谢狂欢超火和王子玫瑰赢了呀！哎，说的干嘛呀？还没说呢。谢谢小叶的超级火箭推倒。你别，快点说的干嘛去、哎？我是谢礼物，你别吵。谢谢小叶的双环、啊，谢谢。谢礼物。谢谢饼子妹妹的火箭，谢谢流沙的卡丁车，谢谢小叶的超火，谢谢沙发哥的飞机。我操，拍！哎，截图了呢，勇哥。哎呦，哦，坏了，截不了啊，勇。为什么要截图？你管我们拆成那么多事干嘛？谢谢开开心心最好拉的飞机，谢谢开心最好，谢谢开心，说的干嘛？对面三倍王子玫瑰是吧？哎，他砸了几发啊？王子玫瑰一发就出了，不好意思啊，死命马戏，死命马戏。快点啊！菲菲赏银吧，你给不给医药费？驼姐，我二十不给医药费，二十连，那我要赢。好，那你赢吧。那说的怎么说的干嘛？你知道我这个二十连胜的医药费多贵吗？一个连胜、哦、一个飞机。昨天哎，我跟你们哎兄弟们，我跟你们说了的。昨天晚上我跟菲菲通过话了，我问他有没有医药费这个东西，他跟我说看心情的，没有这个所谓的。我现在就给你们放语音出来啊，他的语音就说了没有。我说他说一般是10%的医药费，他说但是呢他都是看心情的，他说你也不用一定算。我说哦，他说他一般都是看对面聊不聊得来的。我说哦，我说嗯，有道理，学到了。朵朵是觉得我聊不来吗？聊得来啊，但是也要看我心情嘛。我看你装有什么意思呢？装你别、你别啊！你哭，你有本事哭一个给我看，我待会给你送个火箭。要哭真的哭，哎呀，滴的不滴的就出来那一滴。坏了，他不会为了卡我一个火箭真的在那哭吧？他应该哭不出来，他又不是学表演的，他学画画的，他不行，他拍 MV 他都哭不出来。我什么时候拍 MV 了？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看菲菲她顾不出来，没事，菲菲我会给你送一个飞机的。爱你哦，菲菲。没办法呀，派大星太硬了呀，派大星太硬了。没事，飞，等会儿你小叶，等会儿我们要打大的，我们把大的打下，我们就扬名立万了，我告诉你。那你说我这个二十连胜，等会儿断核算还是在你这儿断核算？那肯定在我这儿断核算呀。那你有没有20个飞机？哦，我懂了，就是你如果二十连胜是在他们那儿断的话，哦。但是我现在的进度条太高了呀，飞，没办法，这不是我的问题啊。驼姐超火也牛啊，他们俩就跟约好似的，派大星，驼子姐。学会推塔了呀你们，要不然会得罪人的。没有，我昨天跟菲菲说过了，还好。你还不一定赢呢，确实。你在喝什么呀？燕窝呀？豹子粉？啥？什么补肾的？好像是补肾的。你干嘛呀？工人没有连胜。好吧，工人没有连胜，无语。菲菲，我给你唱首歌吧。啊，输了的干嘛？还没说呢。你是什么呀？你牙齿上怎么了？粘了呀。你千万，你就求你了，别给我唱歌，不想听。为什么不想听我给你唱歌啊？大家都不想听。大家想听我唱《芒种》，真的没骗你。还剩亏的，
能让罗杰高兴五分钟够了。哎，我岂止高兴五分钟啊，我高兴好久了，耀眼未来才成属于是、啊、一个火箭啊，一个火箭啊，你这个起码得一个火箭啊。行行，给你一个火箭，还不是因为我跟对面那个小姑娘聊得来，不然我才不送一个火箭呢。我肯定只给个飞机的。要不是看对面这小姑娘长得又漂亮又会说话啊，跟我还挺有眼缘的，我才不送呢。这不是看跟对面聊得来吗？我看这小姑娘跟我也挺有缘分的，不然我才不送呢。输了的干嘛呀？我们还没有互规则呢。哎，你送那个，你输了个干嘛呀？哎，你送超粉团的，你别送火箭，你送半团。什么超粉团的？我看一下，等一下，我要抽背包，我抽背包火箭给你送。可以，行。你这么没，你这么没就算了吧。滚呐，滚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赚吗？二十你是花了没出啊？没，二十都没出啊。二十一，靠，要打满了。二十二，不会的，你这单点的呀。二三，对，我是单点的。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十下了，还不出，五八了，五九六十了，干嘛呀？你最好给我乘二，不是进度条都满了，怎么还不出啊？哎，兄弟，进度条都满了。我去十连了。你点一下玫瑰花，点两下玫瑰花。我失联，还不是送办卡。啪！再不告白了，告锤子白，告白，告白劈白！我告诉你们，直播间所有人不许给我抽甜蜜告白。谢谢新黄的夏日火箭，谢罗杰，谢罗杰的夏日火箭啊！谢谢罗杰。你惩罚我吧，你惩罚吧，不要靠近会变得不幸，你惩罚吧，不要靠近会变得不幸。什么东西、啊、你没看过这个表情包吗？不要靠近，我发给你看一下啊、兄弟们想看小苏菲干嘛说吧，医药费也付了，我们可以尽情支配了，说吧兄弟们。不要靠近，会变得不幸。你这钱我都能点出超火了，那你去点啊，天地同寿，去点啊，我等你点，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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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你跳个舞吧。好啊。跳个那个一分一秒，我要那种 ，no， 你听我说完我的要求啊，我要那种感觉，你要认真跳，而且是那种你是密码房的状态跳的那种舞，好吧？我他妈穿大裤衩、啊、也行，
但是你表情必须给我到位啊，你不许敷衍我，敷衍我我不认的，敷衍我我要让你把火箭还给我的。好的宝宝，嗯 OK， 等一会儿啊，听他唱好梦环游跟有什么意义啊，他平时也会唱的，要看他跳舞好吧。密码房那种啊，你不许敷衍我啊，听到没有？那我这摄像头不一样，我也没有办法哈。啊，你用的920吗？今天？对的。那你效果也要给我整起来，音乐要同步伴奏，同步伴奏。那你跟我一起跳啊！我跟你不行，我是老板，我是看你表演的老板啊，我不行，我是，不是老板，我为什么？等会儿我找一下啊。什么？菲菲密码房不好看吗？你们不是说菲菲密码房很好吗？我们这个老板的态势要眼神整出来啊。
我觉得啊，你坠机了，你没坠机。谢谢心旷神怡 up up 的飞机，感谢 up up 的飞机。我有一说一啊，我坐着我都不用跳，我站起来我输了，我跟着你跳我输了，但我坐在这儿我赢了。你坐在这儿你赢了，你跟我说啥？你的表情，你就问弹幕我谁赢了，是我赢了还是他赢了啊？谁赢了？有一说一，是不是我坐在那比他的跳起来有感觉有 feel 一点啊？那个锤子，你说什么？确实是不是？确实啊，嘿嘿，哇，苏菲密码房就这呀，这就是菲菲的密码房呀。嗯、谢谢萌萌牙牙的200小星星，谢谢小康的卡迪车，谢谢小康。可以，兄弟们觉得看得好就可以给菲菲送点送点，没事。哎，那他们好了没有啊？我也不知道啊，我问问。我们两个要成立一个组合了。啊，什么组合？我不知道，叫什么？给大家给取个名吧。啊，不行，我们不能叫宇宙少女。我们叫什么呢？谢谢我们家 Kenny 的飞机。哎。哎，这 Kenny 的飞机，哦妈的，是给苏菲送的。拆家的 Kenny， 你妈的！我看的是你直播间，我说怎么我这里没显示呢 ？Kenny 的飞机，谢谢。他们说叫口是心非，口是心非，感觉没有杀气，你知道吗？要那种很 slay 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可是斗鱼游戏区的第一个 PK 双打组合。得了吧，等会儿就要输给，是等会儿就输得一塌糊涂了，你还第一个双打呢。裸飞月怎么样？裸飞月，裸飞月。什么叫裸飞月？什么意思啊？裸飞鱼？鱼是什么？裸飞月，你没听过这个梗吗？裸飞鱼是一个鱼。今天中午吃啥子？裸飞月。今天晚上吃啥子？裸飞鱼。今天早上吃啥子？裸飞鱼。今天夜宵吃啥子？裸飞鱼。少男杀手组合什么鬼？苏心堂什么东西啊？对啊，裸飞鱼，裸飞鱼，陀飞轮，裸飞鱼，烂懂，没人懂我们的梗吗？裸飞鱼，嗯。啦啦啦啦 I wanna be lula la lu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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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la。 等一下，我们断开然后拉他们吧，因为我不会拉。你会吗？我不会，我让他们拉，我俩断开。行，嗯，好，拜拜拜拜拜 see you。 哎，被他装起来了。谢萌萌牙牙哈。唉，这是我做过的最久的一个惩罚，跳一整支舞。保安与公主，我觉得这个可以。我去拿个东西啊，等我一下。气死了，竟然被他
一发王子玫瑰干倒了，谢谢轩子的217个小星星，谢谢轩子弟弟的217个小星星，谢谢。刚刚的舞比平时的老三要跳的好多了，真假的？没事，朵姐点了50下，确实。怎么还没邀请我呢？怎么还没邀请我呢？我觉得保安与公主这个名字不错，真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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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住！我想要的，我却不能够。这发丝灯还是要开的亮一点才好看呀！你看那个发丝，这发丝灯还是要开的亮一点呀。头顶又飘过去几百个飞船，是的呀，啥情况？保安与公主，我是公主，但陆雨婷当然是保安了。来了来了，我就太那个什么了，哎、没这个好，没有没有、啊、没有，我怎么可能打得过驼子姐呢？啊，他们都说了，连洛星都打不过，也太那个了、啊，太那个是哪个？我告诉你，我跟菲菲已经 P 过一把了，是吧？我们两个已经成立了一个组合，你猜一下是谁赢了？你猜一下谁赢了？你猜一下谁赢了？我猜一下，你赢了吗？啊、对的，你不说，我看他一副嘴脸就知道了，你知道吗？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他这个人太凡尔赛了，还特意问一下，你猜一下，猜一下谁赢了，猜一下。我没有凡尔赛啊，我只是想让你猜一猜嘛。嗯、我看你好像那个，他们都说我跟你打，我肯定被，我肯定一碰就碎。他们说我是比软柿子还要烂的烂柿子。对对对对不行，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呢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等会儿就让菲菲那个力气大力一点啊，让菲菲力气大一点。我没准备好，我们两个组合破灭了。没有菲，我要跟草莓一队。什么叫组合破裂了呢？我要跟草莓一队。就我一队嘛，也行也行。你想清楚啊，罗飞宇。你想清楚了，再给你1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要跟谁一队。怎么跟我一队不行吗？你有问题吗，罗琴？我没问题，我怎么敢问？那你说想清楚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说。今天必须要亲近门户，兄弟们！在轩子弟弟阳光欢迎。这个也没事，那我没关系啊，那我罗飞宇无了。还有吗？但是我没什么问题啊。新一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新一可能有问题。新一可能、他现在还在打。我的意思是说，他跟我一队，他可能有点问题，他可能不太愿意跟我一队。开玩笑，我跟你，保安与公主的组合。没事啊，我跟洛欣一队也行。我们四团人今天要干他们也行。那我们某位分组好吧，某位。
然后王老师挺猛的，心意也挺猛的。我昨天什么？我罗杰现在就把人全都得罪了，等会儿一打三就完事了。谁跟你说的？我没有，我一打三可以。洛星绝对有那个实力一打三，你知道吗？斯密马塞，斯密马塞，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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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别这样，王老师别这样。他们说让我别笑了，确实这样子的话容易等会儿哭都没地方找地，都没地方哭了。刚刚是菲菲没使出全力，等会儿菲菲要使出全力来的。我是来加医药费的，是吗？哎，我也是来吃医药费的，我也是来加医药费的，来掐一波莫西的医药费。哎，不，我来掐一波，我反正谁在我对面谁就赢了。所以菲菲跟我一对吧，我们新组合叫罗飞鱼，罗飞鱼，罗飞鱼。罗飞宇，看一下，快了吧？我看到他已经开了十几分钟。我刚刚看他才9分53秒，很久哎。你们每天的都是怎么安排的呀？你现在是在打峡谷了是吧？怎么凌晨 PK 呀、啊？我一般10点左右吧，9点半10点左右 PK。我也是。我今天前面的话可以就是看呗。我今天因为要跟你们 PK， 专门化了一个妆呢。感谢饼子妹妹。是说变漂亮了呢？不化妆也还可以，就是能见得过的。哎，你跟苏苏有 P 过吗 ？P 过呀。我靠，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是不是我们有惩罚想要传给别人的时候就可以找他呀？是的，但是他脸上他也不动啊，他不愿意画脸上，然后他也不喜欢站起来。没事啊，他可以。我跟你说，我上次是那个，就是菲菲，我输给菲菲了。菲菲让我关空调，穿羽绒服。我觉得你下次可以让菲菲叔叔这样。可以。我们要不要先想个惩罚？可以啊，你们想像什么？我们是晚点。兄弟们，想点惩罚。想点惩罚。你化了个妆是不是啊，洛星？我化了妆，怎么你要让我化妆啊？待会儿不用。待会儿你如果输了的话，你要不你画个胡子。可以啊，卸妆也可以，卸妆也可以。卸妆没意思吧？你总是看美颜了嘛？你干嘛？关美颜我不能接受，关美颜我不能接受了，关美颜不行。卸妆可以，关美颜不行啊。关美颜好像也是可以、啊。关美颜惩罚他们男的就没得惩罚了。对哦，他们卸妆我没什么问题，关美颜不行。画胡子我没问题，画胡子我没问题，画胡子我完全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开始 PK？ 送完睡觉，你也可以先续牌子呀。我们在等。关美颜，说实话，对于一个女主播来说，玩的有点大，真的。太大了。特别是那种关美颜，然后你再卸妆，那就是基本上，我们想都不敢想。那也太过分了吧？那太过分了，卸半张脸。等会儿看他们呼什么规矩吧。嗯，可以。关美颜不行，关美颜，你给我送20个，你给我送100个超火，那我可以考虑一下关美颜。哎呦，不用，50个超火，我这边秒关。你一秒关美颜了。哎，我只是说一下吧，我怕老板不知道价格吧，对吧？哦，我可以，你不行，我可以。之前他们不是很流行剃光头吗？没有人来给你那个光头吗？剃光头。新一就是剃了呀，新一就剃了呀、哦、这也太狠了吧。那女的怎么剃光头啊？有人剃了的，20个超火剃了、啊、是吗？20个超火我算一下，20个超火4万吧、嗯、我剃了美元退语，我才不剃呢。对，4万。你刷20个超火，洛星你剃吗？你也不能剃啊。我肯定不剃啊，开玩笑呢。200个超火我感觉洛星都不会剃。200个是2000个可以剃，2000个差不多，那肯定不剃，那肯定不剃，2000个可以剃了，就是20万肯定剃不了吗？肯定不剃啊，但20万我能剃啊。你们男生头发长得多快呀、啊？那肯定不行啊，我们要养好几年。嗯，是的，妹子头发是。对啊，但是那个女生就剃了耶，我看到她就是那个新闻上面她去剃的，我觉得好勇啊，就兑现承诺。对啊，我剃光头我没办法做造型啊，那我去采访怎么办啊？都光头采访啊，那也太搞了吧。假发一个火箭就剃了，那太廉价了。一个火箭那就没有人想动了，那我头发就不会再长了。每天都会有人给他送那个两万剃吗？十万剃啊，十万剃，十万也可以的、啊、假发很假，做不了造型的。
什么？有点不舒服吧？戴久了。嗯，对。但是如果是光头就还好，因为光头不用那个，但是做不了发造型。光头。这些政府的鸡毛，这就是你存的鱼丸吗？哎，现在打 PK 那个还算吗？就是鱼丸还算吗？这就是你要续牌子的鸡毛吗？这个我不清楚。鱼丸算得一分呀，100个一分吧，一分，100个一分，应该是100个一分吧。嗯，太慢了。他在打游戏是吧？对，他还在打呢。我每天还好吧，我每天都不太打理发型。我感觉你瘦了，王老师。哎，我瘦了一点点吧。我没怎么关过。你猜他几斤？你猜他几斤？他多少斤吗？他看起来也虽然是瘦了，126吧。126吗？你这舔的。怎么啦？没事，差不多吧，应该。差不多是多少？我也太多。多少嘛？140啊？说准没有嘛？没有。不到140。不到140，那我猜的差不多呀。嗯，130多。那我猜的很准好吗？你还说我舔，说呗。哪有150啊？那天我他妈直播上称，他们说我140，我直播上称，然后也就136。现在的话应该132左右，134左右吧。126，差不多130。还是得锻炼。那差的有点多的。哦呦，怎么有一首歌叫这个名字啊？棉花糖骆驼。哦，发错了，我靠。哦，之前听过啊。什么时候啊？有点忘记了。谢谢五行的办卡。棉花糖找人代写的。谢谢政府的鸡毛。真谢我们家画心的办卡。我前几天看你和他们在玩那个永劫啊。哦，对，但永劫不是7月8号才能玩的吗？嗯，到时候可以一起玩一下。可以。哎，你打的好不好啊？我还可以。哎，可以啊，可以啊。我之前我打得很烂，但是我跟老周还有叶老师一起玩了一会儿之后，我打那个奶妈还可以了。真的假的呀？真的还可以了，就是我有前车之鉴的呀，是不是啊？真的还可以，真的还可以，就连着就行了。看不到 PK 条是因为我们还没开始 PK。 哦，我们还没开始呢，不要着急嘛。小苏没玩那个吗？他玩的，他也玩的。但是这个不是最多只能3排吗？我觉得玩那个好累哦，有点就是有点累，我感觉。累吗？就一直紧张状态。玩多了就好了、就是。还好吧，我觉得打那个时间过得还挺快的，但我不太能看到人。我确实打得还可以啊，真的。你打的都是人机吧？谁说的？我打的可都是真人。没有，前面你如果刚开始玩的话都是不人机。对啊，你是不累，你在混。没有，我没在混，我在跟他们奶呢。奶妈就是不能打人，奶妈打人他左键一按他就闪现过去了。谢天天的阳光飞机是白气。谢天天争取给梅神再戴上吃鸡的痛苦面具。倒不至于啊。还有谁打得比较好的呀？你之前是跟谁一起玩啊，王老师？我之前他有那边有几个打得还不错的呀，可以，像什么神超、戴老六他们都打得还可以。哦，他们肯定打得好呀。他们就是固定车队。你们段位太高了。没有，我也没那么高。我就是比你厉害一点点。不可能，你肯定比我厉害很多。永劫贼上头，菲菲打了几天啊？永劫。打了，我一开始那个上一次的测试比较玩的比较多，就第一次测试。后面你没有玩了吗？后面太忙了，没空。我是3天测试玩了蛮久的，就是那3天测试。别人说有些累，驼子说有些撑，倒不至于好吧？瞧不起我的魏如酿，
我今天还没吃呢，我今天吃很多，我今天打包回来一个汤，等会儿热一热，晚上正好吃。你们都几点钟睡觉啊？好，我睡挺晚的，最近我最近作息好爆炸，炸掉了。嗯，所以我这两天都播得很晚啊，他们都说我每天又不改标题，然后又不说我几点直播。你是为了 PK 改到晚上直播的是吧？不是，是因为我起不来。那你睡太久了吧？我五点钟睡觉，我十二点我睡到下午三点。那你睡眠好。然后，但是我昨天拉肚子，我半夜醒了一次，然后去拉肚子，然后再睡的。他是比我健康呀，他起得很早啊。嗯，他起得很早。就这健康哥，确实健康哥无了，健康哥烂掉了。你倒是很坦诚，我一向都对大家都很坦诚的，所以我在想，是改个时间怎么地？因为他们也在让我晚点播，他们说这样以后可以一起玩游戏，不然的话每天他们刚开播可以一起玩的时候我都下了。我就是作息吧，应该作息。谢谢远哥的飞机，谢谢远哥。作息加入睡困难。七月一定会健康。健康不了，这个就跟我说我下个月一定会去健身一样。你现在每天几点钟睡吗？健身可以健的呀，一周去一次起码吧。我们差四张办卡过任务，大家可以给我过一下，四张。谢谢远哥的飞机。嗯，确实不能太晚睡了。想调，想调谁在放 BGM？ 我快催眠了，我要打哈欠了。若曦在放。啊，我放你们听得到吗？我放的是这个，那我现在暂停，听得到吗？还？你换一个呗。你换一个嗨一点的可以吗 ？OK， 我不知道你们听得到我这里的。来来来，我来来。给你们放一个，这个，等一下。来喽。我要唱一首歌，他们肯定都行。办卡背包取还啦，是要虚牌子的，送办卡和背包，不要送错了。送火箭的话罚款。来呀！听夜爱追。哎，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着？你要跳舞吗？哒哒哒哒哒！每当闹潮来临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伤心？在孤寂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只要他不尴尬，尴尬就是我们的。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我这不是怕你们尬吗？活跃一下气氛。哎，辛苦了！你们跳起来呀！你们怎么延迟打烊的都要蔫了呀？你要跳舞吗？嗨起来！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来来，心意来了，心意来了，来了来了，办卡。笑死！准备，哎，菲菲好配合啊。我暂停了，宝贝。给我们助威，你给我第一个。嗯。啊？第一个。你呀。排位不匹配啊！你没跟着星一说吗？他呢？小姐姐。我以为你跟星一讲了。我没跟他说，你说。哎呀，我操！我没有说。哎呀，我说。姐姐。拉姐姐。Hello。龟龟。哎呀，坏了 ！Hello， 小妹妹。批吧、啊！来了，怎么今天上分上的怎么样啊？我看，我以为王老师跟你讲了，我想着你们俩是一个组合。哎，我肯定，我你要拉人批的话，我以为你自己找四个人了。哎呀，是因为你们俩不是，你俩不是组合吗？你俩有组合名吗？我俩组合名，我们两个叫不是。上野组合，上野组合。哎，你们这好没气势啊！菲菲，我们那个组合名叫什么？罗。不，帮我们想一个组合名行不行？罗飞宇。我们这个是保安与公主。妈妈，你看看看看。保安与公主、啊、可以。我刚刚说了不好的话吗？哦 ，sorry。我们四个人吗？还是怎么样？我们四个人。阿达，他说我们俩行，我们俩。啊，我们俩干他们俩，不是女主播打不过哎，没神，女主播很猛的啊！你说啥呀？我们是游戏主播啊，我们都是女主播是吧？对
对啊，我们游戏主播，你们而且你们前几天打一主播怎么可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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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有道理，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可能打不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是罗非遗，你是房主，你看一下，你分下队，你分下队。我看一下。你们前两天我看你们跟女主播打都打过了呀？没有，那是抱梅神的大腿，抱草莓的大腿。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分啊？我就把房主给你不？你就再点个完 PK， 然后分一对二对就好了。你把我俩分一对，把他们分二对就好了。对。哎呦，这个队伍有点啊。完 PK 是吧？点完 PK 是吧？把他对，点完 PK， 然后点了个一对二对，把我给你分了一对。我看到了，看到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开始 PK 是吧？啊，就好了吗？ Okay， 好了，应该就好了。好了。可以。哎，怎么没有进度条啊？有吧？有的你看页面的话就有。谢谢恋情，谢谢恋情，谢谢。哎，落后的干嘛呀？落后的干嘛呀？落后的那你们女生就那个就来那个什么，浅蹲扭腰呗，就扭腰呗。是这呀？没问题，没问题。哎，简单是吧？那谁放一下歌？谁放歌？你们男的干嘛？你们放吧。谢谢，那你们落后的话，你们落后的话，你们也要扭啊！你们落后的话，你们也扭啊！可以，谢谢娱乐的飞机，谢谢飞渡壳的飞机，谢谢飞渡壳的飞机，我们就玩这一把，兄弟们，我们就玩这一把，可以，可以。那输了的呢？输了怎么说？输了是结束了之后再说的，对，结束是多人拼就结束再说的，对。哦，结束了再说啊？是，可以。哇，扭起来啊你们！那我们来吧，放个歌，谁放个歌？就放你刚那个嘛。谢谢中奖绝缘体的飞机，谢谢飞黄的132。好，我来放吧。可以。那你们跟着节奏啊。那我们先扭吧。谢征服的盛典飞机，谢征服的盛典飞机。谁放歌？好，谁放歌？放歌。我来。好，小雨，你放。谢征服，听得到吗？你这什么音乐？大家可以。这是他们扭的什么摇？你们要扭的有那种感觉啊，要那种骚啊，要跟着音乐来，要跟着音乐来那种。这还不够骚吗？这还不够骚？不够啊！你起码要这样啊，起码这。这还不够骚吗？可以。这还不够骚吗？谢谢某鱼61的飞机，谢谢。这样啊！再保皇264个。不是，这心比我还离谱啊！心一，不是，哎、我伸懒腰是吧？你在伸懒腰是吧？没有啊，我在扭腰啊。你这是扭腰，你这是扭腰，这不叫扭腰吗？你必须这样，谢谢把你的这个屁股这里抬起来啊，抬起来是吧？好，对。你不能腰一起动，你要把屁股。谢谢公车的超火，谢谢公车。停一下，好。贝贝来吧。你们起来，快起来。哎，我们也扭不出什么朵花来。哎。老公园老大爷扭腰就是这样。苏菲，你第一次见你扭腰，你是这么扭的？对呀、啊。可以。谢谢小星星的三架飞机，我们是不是超了？超了吗？又超了吗？超了吗？哎，兄弟们，我们新一盘兄弟给点力量，不要拖后腿啊，兄弟们！我们不要拖后腿啊，兄弟们！拖后腿了，我操！有点拖后腿了。洛西，你刚才是开玩笑的吧？这洛西这实力是干不舍得打你吧？没有，因为我刚刚领先的太多了，我这边出了一个王子玫瑰，那没办法，他们家就干脆不上了，然后留着打你们的。啊，可以。没有。谢谢公车的超火，谢谢。拖后腿了。不会的，你们等会儿就要雄起了，你们马上就要雄起了。谢谢无间道和榴莲的办卡，谢谢。我是飞宝的怪剑，我把飞宝关了。好几个 BGM， 那我把我 BGM 关了。我们好像只听到一个吧。OK， 现在好了。抱紧飞飞大腿。救我吧，兄弟们。我为小苏菲要改名字。心，你上一下呀，心。我也想上一下，兄弟们没动静啊！谢谢我在打游戏，我在打游戏，打得好好的。我本来，你知道吗？我本来准备过来跟你说，我今天不 PK 了。啊！我点进来一看，是洛星跟小苏菲，那就玩一把吧，那就玩一把吧。没有，我是以为洛星小苏菲说了，知道吗？等会儿，我没提前跟他说。谢谢杰克大魔王的三张办卡。谢谢雨流的办法，飞机也是雨流的钻戒。完了，上野联动一死一中，上野联动了呀，
这把我拖后腿，我拖后腿了。小宝黄的三十个格，小宝黄的又三十个格，大。我的麦声很少，我也没有办法。大家没有打卡的可以打个卡啊！感谢瘦子三个办卡。谢谢这福的三个，谢谢彩虹汽车，救命啊，兄弟们！谢这福的三个彩虹汽车，哎，这个是没有。老头呢？老头呢？老头呢？感谢工藤有希子的88个星球，谢谢。帮我追一下吧 ，K 总。鱼丸呢？鱼丸呢？鱼丸是算一算。鱼丸也算吗？这个？鱼丸算了吧。算吧，这个鱼丸也算吗？算的，算的吧，鱼丸算一，算的，算的，算的，鱼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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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的。谢谢金钱，谢谢K 总的100个信用卡，谢谢 K 总。哇，还差一点，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打野挂机了，哎，多人打野挂机了，打野挂机了，我是猫咪，我是猫咪啊。谢谢 K 总的100个信用卡，谢谢 K 总。多人是不是没有推塔了呀？没有推塔，多人是好像没有推塔，然后没有那个血瓶是吧？没有血瓶，对，也没有血瓶。是迷恋哥的飞机，是迷恋哥的飞机。是不是有妖对你们来说太 easy 了？那要不做蹲起吧？蹲起吗？好啊，可以，对啊，可以，你们男生做蹲起对身体也好嘛，而且像星一这种久坐就是上分的，你刚刚上了那么多分的，对吧？就应该运动一下。太贴心了，驼子。嗯，是啊，得运动的，对身体好。谢谢沙发哥的，谢谢沙发哥的飞机。这我今天还差一点啊，差一点啊。谢九妹的卡丁车，差的不多，差的不多，两火箭，两火箭，喝口水，确实差的不多了。谢谢锤锤，谢谢肥，谢谢锤锤和肥。我一向很贴心的呀，星一我知道的，他我觉得他本来身体就挺好的，但是呢，因为久坐就经常打。感谢一口说的飞机，感谢小西西克的伯爵，伯爵，我追一下吧。感谢小西西开的伯爵啊！谢谢肥送的两个阳光飞机，谢谢。坐下，坐下，坐下，草莓，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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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感谢小西西开的伯爵啊！可以呀、啊。谢谢小西西开的伯爵。哎，我们家的人呢？啊！终于反超了！感觉出来了。终于反超，终于反超了。但是还是很近啊。感谢一口说的飞机，谢谢小西西开的伯爵、啊、谢谢 Kenny 的，是的，西西连上来了，兄弟们。哒哒哒哒哒哒，还有兄弟给我们上一下吧。感谢六二七的石头什么彩虹星座，谢谢。我们就投降了吗？就这吗？还两分半，两分半，还两分半，还两分半。谢谢 Kenny， 谢谢我们小西西的领队晚会。领灯晚会，拆绳已经尽力了，拆绳已经尽力了。你这是啥裤子啊，小苏菲？那个运动裤，男生的裤子，有点不符合你的女生形象啊。我感觉是有点男生。男孩子。谢谢苏子哥，谢谢苏子哥的狂欢飞机，谢谢。两个面条挂在这儿，谢谢小叶的两个夏日火箭。大气。哇，我们好像坏了，坏了，要被反超了呀！我要不会被反超了吧？要被反超了呀！哎呦啊！真的要被追上来了！哇，这么近，有鱼丸也可以送一下呀！哎，兄弟们，我们的完，我们上起来了，你们休息吧。拆家的人呢？拆家的人呢？我们现在就报警，飞飞的大腿。谢谢一哥，谢谢一哥，谢谢一哥的飞机。谢谢空空妹妹的三个卡。哎，一分半要休息了，一分半休息了，你知道吗？一分半休息了，66，一分半休息了，拉票了，拉票了，拉票了。姐妹，坏了，他摇人了。行，我开始联系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兄弟们，我们就差三个飞机啊。差的不多，差三个飞机啊。谢谢老周，谢谢老周，感谢老周的飞机。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啊，这票太近了。哇，太近了。跳很近，跳很近，跳很近，有点浮夸吧？谢谢老周的两个飞机，谢谢老周，谢谢工程火箭，谢谢工程，输一批一，谢谢批一的
飞机，感谢 P 姨的飞机。谢谢 K 总，谢谢 K 总的时空战机。抱大腿了，又抱大腿了。可以反超了，反超了，就是守住啊，兄弟们，四十秒最后。天哪！谢谢曲平的飞机。还有三十秒，还有三十秒，兄弟们，还有三十秒。谢谢房哥，房哥给我守一下，房哥。房哥超滑。谢谢房哥的一百个星球。可恶光荣，这个年度我们来了。还有二十秒，还有二十秒。平时怎么输掉都没有关系啊，今天这一战对于我们挪威的组合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今天是组合，今天给诺西和小苏菲拿下，兄弟们。小苏菲太猛了，小苏菲。小苏菲太猛了，给这秒了，我操！三二一，下来！哎，国姐你怎么这么烂啊？对，我刚刚已经全力用来打你的拉了，已经。谢安南的五个超火，谢小叶的超火，谢谢宝宝。小苏菲太猛了，太猛了。菲菲太强了，菲菲太强了。小苏菲。怎么说？惩罚是什么？惩罚是什么？惩罚是什么？谢谢安南。菲菲来吧，跳个舞吧，你们俩。跳，我不会跳舞。他们俩扭腰都扭成那样，你还想看他们俩跳舞啊？我不会跳舞。谢谢安南的火箭，谢谢安南。可以，谢谢南哥的医药费。那你说呢？你想一个吧，哎呦，菲菲一打三，太厉害了。你想一个头，驼子姐，我想一个。哇，感谢南哥的两个超火，谢南哥。感谢南哥的两个超火，谢谢南哥，南哥大气啊！好猛啊！感谢南哥两个超火，南哥大气，南哥大气。你说的。我真不知道呀，哎呀，你想一想嘛，我觉得你肯定知道的。那我让他们穿棉袄会不会太过分了？关空调打游戏会不会？那穿不会那穿吧。主要心意有点难听。不是我这么打，我就要去打游戏了。我这么偏往要打游戏去的。没关系啊，那你这样嘛，就是一把游戏，穿棉袄就穿着，因为我也穿过，我当时穿了两个小时才传给别人的，真的。行，穿棉袄打游戏，就是穿羽绒服，穿羽绒服，是不是？那就是半个小时，三十分钟吧，对吧？可以，对，就一把。可以。OK。行，哇。我穿个厚一点的衣服好吧，我可能没有那个棉袄什么的，我给你穿个厚一点的。可以。我操！好，南哥左右互搏了。谢阿南，谢小叶，谢大旭的牌子。南哥很猛，南哥。哇，太猛了！这都小苏菲一个打我们三个，是不是差不多？一打三，一打三。他可以一个打我们三个乘以二。对啊，太猛了！太巧了。把我放到跟他们一起，对于这个战局没有任何影响，好吧？好，可以。好，拜拜，我去拿衣服去了。我还想等你们看看你们穿上羽绒服。好，我去拿。小鹿，哎，干嘛？怎么了，菲菲？没什么。菲菲爱你哦，但是我没抢到医药费。你抢什么医药费啊？你输吗？你就要抢医药费？都怪我，我应该让你一打三，这样我也有南哥的医药费可以抢。主播是想输的。我家菲菲真猛，我是说的不是我家，是我家加上菲菲啊，我加上菲菲真猛。这件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这就是我最后的一件了，好吗？可以。我去把空调先关了。哇，有点热啊。对，热的啊！谢谢南哥的火箭。哎呀，没想到你们还要让南哥送火箭。哎呀，南哥，你真的太客气了。菲菲，你们家南哥怎么这么好呀？菲菲，你们还要给我啊？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谢南哥。把空调关了。我去，这拉链要不要拉？拉链不用拉吧？拉链要不要拉？随便你，不拉吧。啊、或者你如果想感受一下，就是夏天在家里蒸桑拿的话，你也可以把拉链拉上。我感受过了。没有，你们说拉吧，你们说如果要拉的话，哎，没事，不拉了。我操，这回是真的丢人了。不是，武汉已经很热了，我跟你们说，武汉温度本来就很高了。多少度啊？最近？武汉30多度吧，室外估计。哦，那真的很热哎。八个小时。来了。哇，可以啊，新一。可以，哇，好帅啊，新一，你这件衣服好配啊！我感觉我这一件拿太厚了，
我这个也很厚啊，我这个也很厚、啊。他这也很厚，他这也挺厚的。我这冬天上的。我感觉出来了，你穿上这件黑金袍子，等会打排位一定是连上分，真的。我也觉得。谢谢你的祝福。有没有感觉已经来手感了？全身已经热了，热身完毕，现在手感正猛，马上就要去排位究极上分了。迎接一波七连胜，好吧？没问题，七连胜。新一加油，新一加油，七连胜啊，七连胜。好，冲！好，冲！好，行。好，拜拜。哎，谁挂？我这边可以挂，我来吧。我的妈呀！突然安静了，我有点不习惯。我的天啊，我刚才脑子快炸掉了！虾男，还有给的药费，虾男，谢小叶，谢谢宝皇，谢谢征服，谢谢甜妹，谢谢扣妹妹，还有谢谢九妹，还有谁啊？想不起来了，我真的耳朵已经坏了，我觉得好可怕。驼子姐还想和我聊一下，这个人他拿我恩惠，我跟你讲，这个人骆雨婷拿我恩惠，他不是想跟我聊，他是想跟阿南聊一会儿。我要穿棉袄吗，贝贝？你这个人，你不用穿宝，不用穿。不用穿吧啊！彤姐还想来，报警吧！彤姐诈骗了，真的。阿南的888个星空卡，阿南要小心这个落星冲冲冲啊！他是那个，他搞诈骗的。阿南的520个星空卡来的也太及时了，最后一分钟来了，谢阿南。加了666个星空卡，大气，罗姐酸了，罗姐，谢谢阿南，888520666，大气，兄弟们说要不要跟罗姐再聊一会儿？他想跟我聊天，主要是，要不要跟他聊？加了999个星空卡。哇，谢阿南给我那个超粉团加了好多分哦，我看一下。哇，第一名了，超粉团。行吧，那我跟他聊一会儿吧。518916767。怎么了啊，你怎么又跟我连上了，菲菲？你不是想跟我聊会吗？我是想跟你聊，但是你想跟我聊吗？你想聊什么啊？我不是，因为我弹幕说我卡了医药费，我就得穿棉袄，所以我才来干问你的。我不是说想跟阿南聊，我是真的想问你。你想，我是真的问你，我没有那个意思啊。哦，那你给我跳个舞吧。没问题，你要想听什么舞，我就跟着。想听一分一秒，想看一分一秒。Okay, 好，来吧。我都没跳过一分一秒，但是你提了要求，我一定满足，好吧？我卡了两火箭的，真的，他们说我吃相太难看了，真的。一分一秒。但是我跟你说啊，南哥，其实可以不送的，我脸皮也很厚的，就是你可以不用管我的，就老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哈。那我看看最多点击。哇，我要穿高跟鞋吗？啊，也可以，因为我看他们都是穿高跟鞋跳的。可以，穿嗨丝，小心哦！我嗨到你的脸上去，大家一定要小心网络诈骗。你干嘛呀？我都跟他们讲了，那天小金问你我们俩之间有没有什么梗，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梗，他说小苏菲说你网络诈骗他呀，我说我没有诈骗他，我说他自己脸皮太薄了，我说让我送我都不会送那么多的，我说最，然后我那天不是跟老周说了吗？因为你不是跟老周说我网络诈骗你吗？然后我跟老周说没有啊，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跟他说了只需要给我送一张办卡，我说他自己禁不住，就是不好意思只送一张，他说是我也不好意思啊，
我说啊，我就好意思呀。大哥，我告状了，大哥，他跟我说。渣男的2997个星空卡。等一下，我去拿一下高跟鞋哈，你等我一下。渣男2997个星空卡。我不跳高跟，我想想，我去等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个鞋子，好吧？我去换一个裤子，换个鞋子，可以吧？去，那你跟大家聊一下啊，你跟大家聊一下，你稍微也你同时那个。好，阿南就给你哇！我跟彤姐连麦，我这个耳朵就受不了了。谢阿南的这么多个星空卡，那我们接下来就看驼子姐的表演。这是我为你点的一支舞蹈，看她烧起来。谢阿南1314个星空卡，这也太多星空卡。大气，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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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看一下我的超粉团风905，牛逼！他刚刚是不是让我跟他直播间的人也聊一下？跟他好，拆成的小可爱们，大家好，能给我来点个关注吗？能给我点个关注吗？嗨，办卡不用了，点个关注吧，谢谢。没有偷家，没有偷家。下单的这么多的星空卡。这个人啊、哦，他要换高跟鞋，真的，他这太牛了。谢谢，来啦，点个关注。谢谢关注呀。拆成来报道了，拆成空了，拆成没人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哦，拆成空了。我把罗杰的关注给我了，好的。已经取关，落星冲冲冲了。谁送的飞机呀、啊？哦，是沙发，谢谢洛星的沙发的盛典飞机，谢谢沙发的盛典飞机是牌子。谢阿参加的周泽凯哦，久仰大名，谢谢你的办卡。他后面那只狗我也有哎，后面那只狗。哎，你有穿黑丝吗？我没穿，你想我穿吗？哦，不用，就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你腿有点黑哦，看起来像穿了黑丝。我以为你想看呢，我说你想看，我可以去穿。哎，你想不想看嘛？你想看，我可以穿。不用。不是，就半只，我有那种就是不用脱的，就直接套板半只。我上次拍视频也穿了。快点跳一个。贵宾席的做好了吗？我告诉你，菲菲，你一定要买我这双鞋子。你看，啊，等一下，这样怎么看不出来啊？你这是高跟鞋，你不是说穿高跟鞋吗？你要这双鞋，但是这双鞋它有增高哎，而且腿很直哎，很不错。对啊，对啊，这个超好，你一定要去买，我已经推荐给好多。好，你看，你不是穿高跟鞋吗？行，那我去换高跟鞋，我只是想给你不要安利一下，你来吧，我想给你。那我高跟鞋也没事，我可以换，很简单。这个鞋又不难脱，就是高跟的鞋呀、啊，就是高跟的鞋，这不是高跟鞋，这是高跟的鞋。我没有假伤我。这个人身上很慢啊。快点，小鹿。来了，来你放歌吧，你同步伴奏吧，好吧？好，来吧。你先听一下，你听得到啊？我肯定听得到，你内放的呀，你放大点声。给我放那个，等会儿听一下吧。好了，我这是裤子啊，你放心，这是裤子。大爷们，前排落座。哎呀，不要叫了。
出来，但是我穿着这个裤子。这那你要看我的腿还是不看我的脸啊？嗯，都要看，想办法吧。分不了这么多哎。那这样差不多，这样差不多。OK OK OK， 来吧。你先听一下有没有声音乐啊？有声音吗？没有。OK， 那我知道，等一下。贝贝好美，谢谢。你听不到吗？音乐，你再听一下。听不到。现在呢？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谢谢。我穿的是裤子，这八朵的半糖。我说你这个动作怎么，这个都挺像的，啊，因为我看的视频跳的，太狠了，还可以吧？可以可以，没有飞飞跳的有感觉，我这是没办法，我骨子里是这个感觉的，所以跳出来就是这个感觉了。坏了，飞飞该不会怪我吧？我把他的人跳走了。不会。但是我跳舞就这样了，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味道的，就是如果你只是图味道的话，就还是挺有味道的啊。哎，我觉得你这摄像头比单反好看啊！我也觉得，其实这个摄像头可是为什么我跟你的摄像头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的效果没有你的好啊？灯光、啊，你这也是花钱找人调的吗？灯光问题，灯光问题，我把灯光拍给你吧，下播。嗯嗯，你准备干嘛？你准备跟他唱歌了吗？现在几点了？现在马上十一点了、嗯，也差不多了。怎么了，宝贝？一直在叫。也差不多。哎，下次带八斗去你家玩吧，可以吗？好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了。那我们可以带他们一起出去玩吗？等你八斗长大一点吧，因为我们家他已经挺大了，我们家锤锤有点霸道，我怕他欺负你们。不会的，八斗，没事。锤锤很霸道吗？对狗有点霸道。没事，我会好好教他的。可以。我们可以带他们去公园玩。哪个公园能带狗啊？有啊，有那个徐汇滨江好像就可以带狗。因为滨江不是外面吗？场地的，啊，是吗？那反正就是可以带狗，反正就是可以带狗啊。OK， 没问题。好，那你去吧，我们改天见，拜拜，爱你哦，菲菲，拜拜，下次贴，下次贴，过两天贴，拜拜，拜拜。你怎么啦，宝贝？你不是尿了吗？尿都尿了，就别尿了。开起来先尿吗？我走了。嗯，大家可以去24143看菲菲唱歌哟，听菲菲唱歌哟，可以来看我跳舞，互相点个关注吧，互相点个关注吧。
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哎，球球小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叫啊？不叫的，我们家狗不叫的。我操，他小时候也不叫吗？不叫的，你叫的点在哪里？为什么就是喜欢叫？你听我这样每天在这多有多烦呀、啊！他一直在这叫，送他去上学。我之前也是，实在是教不了。你那是不？你那太贵了，你那个学校。贵吗？啊，不贵吗？但是把你的狗教好、哎你，你真的很爽，你知道吗？你别吵了，你别吵了，你太吵了，你太吵了。送他去上学，送他去上学。我过段时间他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就给他请老师。嗯，而且什么尿尿问题也可以，有那种上门的老师，我就让那个老师教他在家里面固定的地方尿尿就可以了。你不遛的？我遛啊，我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早晚两次、啊。对啊，那就在外面尿的，不会以后长大了之后不会在家里尿的。哦，他现在是憋不住是吧？因为对小时候不懂的，确实，他现在他反正就不在他的窝里尿。哦，又在尿了，我操，怎么那么多尿啊？他真的，他今天在拉了三次粑粑了，然后尿了五六次了，就是我看到的地方就五六次。走啦，好，拜拜，拜拜。可以让别人。好可爱哦，这样好可爱啊、哦！这样真的有点可爱，兄弟们，这样真的有点可爱啊！我找到了新的卖萌方式了。哇，我耳朵聋了，兄弟们，我经历了太多了，我经历了太多了，多人连麦着。多人连麦，我经历的太多了，我经历的太多了。你是不是对可爱有什么误解？这还不可爱？真的，仿佛劈了十把，其实我就劈了两把，仿佛劈了十把。不批了，不批了，那个叫什么？那个怪不得拆机水友要卖猪蹄鸡。是的，是的。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的耳朵，休息完我的耳朵，给大家唱歌了，好吧？耳朵真的有点顶不住了，真的。而且我音量开的有点大，因为我唱歌开的有点大。对，驼子姐太厉害了，驼子姐这个小嘴，节目效果真的小嘴。所以多人连麦我其实我觉得多人连麦比较好，因为我不用说话，我不太用说话，我感觉我有时候跟别人 PK 不知道讲什么，驼子姐可以帮我讲话。驼子姐的八七哪儿买的？驼子姐那是八七吗？驼子姐是假冒伪劣产品吧？我来问一下。他那个不是八七吧，只是长得像八七的话筒而已。有托托宝，你那话筒是那个 U87 吗？多人连麦太吵了，你自己就不要多人。什么叫我自己就不要多人？我一般都是朋友带多人的，我也组不了群，我也组不了多人的群。但多人有意思一点会，不管多不多人，互动起来才有意思。对的呀，所以随机连麦有时候好尬、啊、我随机连麦就尽量不要随机连麦，就尽量跟认识的人连。心意要给热坏了，对不起。而且他们没有通知，没有驼子姐还有草莓，他们没有说那个，没有跟心仪说今天要 PK。
菲菲，你帮我办了卡，上周的荧光棒都给你了，谢谢，谢谢荧光棒，谢谢大家刚刚那个帮我打 PK， 谢谢大家续牌子。哦，这个歌好难听，换一个吧。好了，开始走深夜了。哇，我耳朵真的有点难受，我现在不戴耳机缓一缓，我不戴耳机缓一缓，我主要我声音开的有点大，因为我唱歌的嘛，那个监听。驼子姐和草莓又在 PK 了，你这个驼子姐真的好，真的给他安利了 PK 之后，你看看他有多上头。他也不是有的，他有时候也不是要 PK， 他就是要跟别人恩混，那就是两个人一起混，一个人混不如两个人混来的有节目效果，那就是两个人混。草莓要报仇了。对呀，你说连麦就等于两个人在直播，两个人在直播。草莓加猛的，草对呀，草莓是很猛啊，最近。是的，很适合他。吃医药费，吃饱了。他很奋斗。再来一首。暗涌，好，哦，我唱歌，我换 OBS。算了，我不换了。听一下声音有没有什么变化？应该没有吧。我唱个暗涌，你们听一下声音有什么变化，好不好？嗯，唱歌了。唱歌了，宝。快去看看驼子姐吧，太烧了，我要唱歌了，你别搞，你别搞。给你们催眠了。就是天空再深，看不穿。等一会儿，我缓不过来了，我现在缓不过来了。我觉得音乐好轻，我觉得我还得再缓缓。是我瞬间觉得我这个伴奏巨小。
不紧，害怕逼嘅重演，我哋命中命中，越未来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历史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没理由信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尽你说我别错用心，什么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冷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也就涌起密云。是不是我觉得唱歌有点小，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唱歌的声音小了，声音小了。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染皱满墨云，就算一抹暗灯照不穿我心，如何发现你心，用这可以调线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雅口和已没缘分，我都做不害怕悲剧重演，我哋命中命中，越未来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历史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没理由信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然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心，什么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冷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心，什么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冷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谢谢弹幕组，感谢弹幕组，谢谢七情大王的冒险家，谢谢弹幕组的好听，谢谢茶茶的66个格式牌牌。哦，茶茶还给我发了那个什么演员的伴奏，等一会儿试一下。哎，我再缓一缓，我再缓一缓，我大概缓五分钟吧，我不戴耳机。啦啦啦，我就这么跟你们聊天，聊什么呢？今天下午说到哪个话题，然后我说不要说了，晚上聊。哦，想起来了，今天下午是有一个人说，有一个水友说。我喜欢上了别人的老婆怎么办？真的，一闭眼都是罗杰声音。对的，对的，耳鸣了。没有，是我自己的那个开太大了。今天下午有人说我喜欢上了别人的老婆怎么办？他问我怎么办，然后我说，哈，我有两个女生朋友结婚了，也碰到了有好感的男生。哇，这是不是很正常啊？这个是不是有点正常啊？这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结婚，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这是可以说的。没有，这种都是闺蜜之间说的。哎呀，我耳朵。但我觉得，但从一个叫什么，旁观者的角度，还是就是，我说的都是你老公比较好，你老公比较好，我说的都是你老公比较好。
我觉得你老公挺好的，确实他们的也挺好的。不正常，但是人之常情。喜欢，但是不可以迈出那一步吧？还在婚姻中，不道德，没有迈出那一步，没有迈出那一步，别想歪了，没有没有，没有迈出那一步。爱情。从一而终的爱情可太少了，肚子疼。世纪大难题，这个其实不难的，这个你碰到这个只是一个现象，我跟你们说的是一个现象，不是说要真的要让他们选择是什么，是选择自己的老公，还是自己现在是就可能有点好感的男孩子。如果你自己老公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肯定是自己老公啊。那你如果你老公已经把你绿成了一朵青草，所以你老公有很大的问题的话，你老公本来就有很大的问题的话，不是一个好人的话，就离婚啊。就是现象，就是一个现象，就是结婚后碰到有好感的人，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人品和他这个价值观道德观的问题了。我觉得碰到应该挺正常的，碰到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那个。人自然而然的对优秀的人欣赏，并不会因为结婚而改变。我要尿尿吧，我可以去尿尿吗？我可以。火力全开吗？开个火力全开吧，我要去尿尿了。我最近有点拉肚子，不是不是，什么我要尿？这已经一个小时了，好不好？挺正常的，不影响原本的生活就行。我要去干嘛？两边显得太冷清，谁不想得到共鸣，借身去打拼那种心情。我贴心不？穿起这护甲的勇猛，心中脆弱我亦要撑，在未来茫然寂寞跌碰金刚已化身，独立地往还露出锋芒，遮掩好选和结方，学懂隐藏，想起了难以碰撞，若有天使现身就在我旁，活掉眼角仍泪不干，转告我自己一个可对。新记忆去修复，别计较两边有谁，我得到的已满足，严耍伤口要暂停，我不要糟透了的心情，停
勇敢飞飞，不怕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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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歌吧。成全我好久没唱了呀。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可是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我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留在丰收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斗鱼伴侣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奇怪啊？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留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
穿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夏天，刚刚有人点年少有为，爱与诚，这世界那么多人，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一首首来，按顺序。谢谢弹幕组。等你下课，好好好。电视一直是下，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啊，日夜颠倒连头快也走不到长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收，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这个伴奏声音 key 升的烂了啊！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啊，日夜颠倒连头快也走不到长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收，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你真理长上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博到了却好想退回，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位，在婚礼上
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祝我年祝大家年少有为。祝大家，祝水友们年少有为。加油，真的，我觉得很多水友比我小，加油，年轻的时候加油，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哈。加油，做一个有上进心的人，加油。欧里，这几天娶主播，娶我是娶不了了。等你下课先，等你下课先，然后爱雨辰，然后这世界那么多人，请不要对我说骚扰。今天真的不太喜欢唱这首歌，请不要再对我，你求我。唱这首歌有点伤神，太苦了。我没有听过，你说那首歌。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和你不期而遇。刚住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吃早餐后，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一睁眼飞起来了。学校旁的广场，我在这儿等钟
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走心，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你又擦肩而过，我成告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也代表我已经走远。谢小叶的卡丁车、飞机、摩天轮、火箭、丘比特、超火。谢小叶的全套帝王蟹。谢小叶支持我事业的第二春。谢谢小叶推进我事业的第二春，爱宁。谢谢小叶大木组，谢谢大木组。别春了，都夏天了。夏天好，我喜欢夏天，我真的超喜欢夏天。我超级怕冷，我一点都不喜欢冬天，而且我不喜欢去冷的地方。第二春就很好笑，不知道为什么。谢谢赵火龙的青青树叶。小洛给我发消息，小洛还给我拍了他的话筒，笑死了。我就想问，我就是想那个考究一下是不是鱼八七，然后他说嗯不是，只是长得像鱼八七的话筒而已。是的，鱼八七的那个收音啊，就这个收音不会像他那个话筒那么夸张的。你夏天往往比冬天更好看，嗯，是吗？我不知道，反正我最近皮肤变好了，兄弟们。明天去刷酸了，继续加油保养，努力保养，勇敢飞飞不怕困难，勇敢飞飞不怕老。闲鱼二手的吗？话筒买二手的。哦，我之前也买过二手的，你二手的也很贵。我现在买了10000多的一个二手的话筒，就那个米老鼠，那个米老鼠很贵的。驼子姐不会买这个，不会买这个，不是说贪便宜。驼子姐又不是说，驼子姐又不是那个了，她又不是唱歌主播，不需要的，是不需要的，就没必要，你知道吗？别浪，不要花这个钱。没老呢，怕啥呢？今天他们那个大群的微信群里面，大家发我以前的照片，
老了老了，但是跟以前比不是说老了，长大了，真的是长大了，就是长开了，就不仅是脸长开了，脑子也长开了，眼神变了。现在更有女人味了，我都不好意思。是的，我当然会越来越有女人味的，我会越来越有女人味的。谢谢大家，长开了，真长开了，就是以前就是奶奶的那个脸，就是真的就是长大了之后，我脸变长了。以前就是很奶很奶奶的，真可爱。是的是的，从你第一天开播看到现在一路走过来，真的越来越成熟了。你说这句话我都快哭了，你真突然戳到我泪点了吧，突然戳到我泪点了。什么？你连卡都没办，你是人吗？我靠，从你第一天开播看到现在，你就戳动我泪点了。你跟我说你连卡都没办，真的从第一天白嫖到现在的室友啊，真的有点过分。你办个牌子怎么了？荧光棒续个牌子怎么了？6块钱。我倒不是要赚你那6块钱，就是粉丝牌数量高一点不好吗？不是说青春都给了直播，就是从一个很懵懂啊，就是没有入世的一个小朋友，就从一个小朋友到现在一个成熟的女人。那倒也虽然也没有很成熟啊，就是这一路啊。多呆呀，以前多很呆的，以前他们都叫我呆头鹅，呆头鹅。花了钱感觉都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的呀？盘子不办一个，算了，随你吧。谢谢隔壁傻老黑的信用卡。我没有学阴阳怪气，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段时间，你们在跟我阴阳怪气。我因为我这个人是不懂，不太看那些梗的。啊，什么说现在流行阴阳怪气，然后我就去学习了一下。是你们给我带的，我不阴阳怪气的，真的。谢谢王彦霖的办卡，感谢，谢谢办卡，谢谢谢谢，感谢办卡的人，感谢办卡的人，是牌子的人，打灯幕的人。谢谢 DJH007 的两个半卡，谢谢谢谢，欢迎加入粉丝团，欢迎有小苏菲的牌子，可以荧光棒续续牌子什么的。对，真的是你们带的。什么叶黄什么迷路了啊？
小叶迷路了啊！兄弟们，我要干嘛来着？不知道啊，我看到一条弹幕，但是我没看清楚，说你迷路了。菲菲有没有做过不油腻挑战？没有哎。你可以发群里我看一下，发那个大群里我看一下是什么挑战。大雨辰啊，来晚了，没有，这都是缘分。自己一个更开心，只得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家却不忘，幸有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时间不等跟对方。要是你愿意，闪失讲一谈，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无法深深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前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前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粗不再，最终只能笑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又沉心，没有心只装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哭自问，注定是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比比恋爱也真的失恋更惨，长期约睦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事实晚牌早该要叹，再撞我不理，凝望多一眼，一生都装未记得今晚。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粗不再，最终只能笑为敌人。路为旧朋友，是否又沉心，没有心只装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哭自问，注定只过路人陌生。对不起，自动分手出我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粗不再，最终只能成为别人。努力交朋友，是否又沉心，没有心只装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哭自问，注定只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你怎么守阵？谢黑白文，谢黑白文妹妹的十六个哥，谢黑白文妹妹是牌子。嗯，七月一号找那个抠索的小金那个号二三级粉丝牌领周边了，新的周边啊，之前领过的不能领了，之前领过的就等二十六级可以领 EP 哈，二十六级粉丝牌 EP。我嘴巴里吃了根头发。实体 EP 嘛，对对对，真的，对啊，就做嘛，定制的嘛，就定制的嘛。
二十六级领过键盘了怎么办？三十级。二六级领过键盘了，三十级再领呀、啊，三十级再领一批呀、啊，有毛病吗？没毛病。四十级粉丝牌定制礼物，神秘礼物，好吧。没毛病，那个键盘也很好的呀、哦。那键盘比 EP 贵多了呢，托你们的福，我也用上了这么好的键盘，嘿嘿。有多神秘？就比如说给你一拳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二十六到三十可以重新升两个二十六了，升两个二十六啊，这么夸张啊？那你来个小号升二十六也可以啊，你自己选了，你自己选了。太神秘了，我还没收到。哦，你想要快了，快几级啊？三十到三十五也够两个二十六级的。有双妹已经好很多了，但我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好男生，但是我觉得现在站在一个斗鱼或者是主播的角度，其实挺好的，男生肯定是好的呀。你看，就是之前大家升到了三十级牌子就不动了，没有欲望了，就不动了，就摆烂了。有谁摆烂的？宝皇之前摆烂了是吧？宝皇摆烂了，满级了之后就摆烂。谢谢六百号的飞机，快二十六了，好期待 EP。好的好的，抓紧做做。谢谢六百号的飞机续牌子，谢谢六百号，大众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哎，这上面有没有公众号了？微信公众号叫飞氏集团二四一四三一，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不太私房的私房照，只 VIP 能有个特殊待遇吗？没有，你都 VIP 了，你还要特殊待遇？你还不特殊啊？您还不特殊啊？您这贵宾席上就是占得头筹啊，送礼物还是金黄色的，还不够特殊呢？得把你供起来，是不是？后面一人画一个那个画像挂起来，挂起来，萌神，就全部挂起来。对啊 ，VIP 就是特殊待遇，就是。贵宾席咋特殊待遇了？贵宾席我查岗的时候方便一点，我一看就知道了呀。这还不特殊待遇？进进出出太烦人了，你也知道，我还以为你故意的嘞。QQ妹妹每天进进出出大概有二十次、三十次。VIP 挺平常的 ，VIP 别的直播间挺平常的，但在我的直播间不平常的。我们直播间没有很多 VIP 的，
你们可别在那儿凡尔赛了，求求了，求求了，不跟你们聊了。搁在这儿跟谁凡尔赛呢？欺负可爱的小水友吧，你们在凡尔赛呢，挺平常的。我看到你进出了呀，你是想让你每次进来我欢迎你一下是不是？我就不，我们直播间 VIP 不多的，之前是不是之前给了几个掉了。唱这世界上那么多人喽。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飞扬的青春，在流于水里浸湿过长吻，曾让我望远方出神。感谢弹幕组，我看一下我录的那首，我查一下我 Q 邮箱啊，我去录，我这首歌去录音棚录的，我看有没有修好，修好的话大家可以一起听一下。好烦啊，嘉宾啊，我录了嘉宾都没有地方可以发哎。Q 音乐和所以太火的歌不能录翻唱，你知道吗？版权很严的，真的是浪费钱哦。给你们听吧，给你们放一首我唱的嘉宾。谢谢四 TH Place 的办卡，谢谢谢人间失格的白云卡。换个名字也不行。哦，来了来了来了，先听。哇，我也是第一次听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我看我邮箱里面，哇，期待，修的好听一点，谢谢。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录音棚版听一下，欣赏音乐，谢谢红道哥的飞机。你好，你好，我叫小苏菲。谢谢红道哥的飞机，第一次见吗？应该是第一次。听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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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录音棚录的版本。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有着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世，回树叶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没有，我在认真听，不是沉迷，我在认真听啦。谢谢杰克大魔王的办卡。听了没忍住，谢谢，我有个谢谢小红道。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池塘，身处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
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浮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可以唱这首歌吗？这就是我唱的呀。哇，谢弹幕组的 DBK， 谢弹幕组 DBK 十三个歌 Salute 大切，谢谢 DBK。 这世界有那么感谢 DBK， 感谢 DBK 辛苦扣的弹幕，谢谢小叶的三个卡丁车。这个歌我那个我明天再听一下吧，有没有需要改的我自己再听一下吧。常让我想啊，改完了之后再那个吧。谢谢空空妹妹的十朵小花花，谢谢小叶的六十六个格儿。哦，我们播到今天播到十二点十分吧。如果有续牌子的话，可以在十二点十分之前续了。现在是五十七，谢谢小燕的三个卡丁车，六十六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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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外刀的感觉，什么叫远远外刀？所以我也觉得有点软，前面唱的有点太连贯了。哒哒哒哒哒哒，词不达意，可以。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太快乐于恐惧猜疑，难想的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做事不利，我尴尬的沉默里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与你打起桥梁，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在你的盲点里存不身旁冷清拥挤，我一直在这里不说一句，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与你搭起桥
我必须得先看明白我自己。八八八八八十个玫瑰花，谢谢甜豆腐酱的八十个玫瑰花是牌子，谢谢甜豆腐酱，谢谢黑白文妹妹的阳光飞机是牌子，谢谢黑白文妹妹，谢谢西宝，谢谢西宝，哎，谢西宝的，谢西子宝贝的飞机，心情好点没西宝，谢谢小叶的两个火箭是牌子，打起又是飞了。又来嘉宾啊，你们真的听不腻的，我跟你讲，最后就大概这个歌的热度大概就最后一个月了，就一个月后没有唱嘉宾啊，我真不想听到嘉宾了，一个月后就没有人问津了，可能但这首歌我学的很早，哎，这首歌我好像嘉宾这首歌我好像很早几个月前就会了。谢谢帅帅呀，谢谢帅帅学弟的狂欢灰烬，谢谢小叶的两个火箭，谢谢帅帅的错的人吧，我觉得嘉宾和错的人差不多苦，错的人更苦，真的。哦对，柯南点的，那我是半年前就会了这首歌应该。那什么柯南，那应该是半年前就会了吧。哭了宝贝，准备哭了，错的人。人质唱吐了，嗯，是有点。幸福开玩笑。
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都想要逃，再历练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的真正可笑。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还奋不顾身。可能在爱里面这样算Lusa 的，是 Lusa 的彩虹摩天轮是吧？感谢 Lusa， 谢 Lusa 的摩天轮哈。你看我太瘦了，我这里凹下去了，就这一块凹下去了，这样正好，这样就很胶原蛋白哈，这样凹下去了。我要尿尿了，我准备下了，我有点憋不住了，擦丝丝。前面录的歌名叫什么？嘉宾和这世界那么多人，我觉得近期这两首歌比较好听啊。思聪参加的婚礼是你的吗？嗯，我没有结婚 ，sorry。最后唱一首吧，最后唱一首，但是我真的要尿尿了呀。我想再唱一首粤语歌，今天只唱了一首粤语歌。你小心！天哪，我这给你们唱精神了怎么办？
乐精神。让你够情人，又为顾他人。每晚大概要送一个人，在地球神落力的亲吻。你那习惯心不给众人，在地球神为着恋家世人。你亦爱别离，再合再离，似花放兴奇，叫花放定格。睡不着，这个时差要慢慢调，这个作息要慢慢调。十二点半也不过分，我今天两点钟睡觉。月夜月夜月有鸡，什么歌啊？没听过。坐下。蔚蓝的哦，哎，真的有这首歌。黎明和黎明的黎明是原唱，蔚蓝应该是翻唱吧，听一下。拜拜。哦，不是拜拜，我是尿尿。Should I? Should I? Would I? Continue on after one night? One time? Do I? May never look back up to get your love. Could it never be enough? Never got back in touch. I gotta get it cause I wonder the price sometimes may be.清楚今晚上一起碰上了即使片刻不能离天一方彼此靠做碎纸机各有各记挂着太短时期来用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飞然后道别当印着幻灭的滋味谁若问我我问你就是没有对不起、yeah, yeah. 如若你怀不起光辉光到了不起要与你暗恋已难得神奇呼吸声听得见时有娇气这次你中间没有差红利来用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飞然后道别当印着幻灭的滋味谁若问我我问你就是没有对不起、yeah, yeah, 给大家唱首鸭果果吧Please
心机都幻想，谁带我远飞怎么狠，弹琴令我心欣欣，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旅客急急待心小说别繁忙，教堂有钟线是扮摇合唱，到处看看漫天花繁难以心尽，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吻住诗画歌颂爱吗，怕祝福祝福恋爱定价，缠住吻住 creatures 定罪我吗，缠住吻住歌雕刻是你吗，缠住爱慕身边一拍轻轻一拍，再抱着抱着恋爱定价，嘿嘿嘿耶，牵住一个历史堡垒在喊望，快闪电灯牌逐渐明亮，注目已到站的车票在我身上，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吻住诗画歌颂爱吗，怕祝福祝福恋爱定价，缠住吻住 creatures 定罪我吗，缠住吻住歌雕刻是你吗，缠住爱慕身边一拍轻轻一拍，再抱着抱着恋爱定价，嘿嘿嘿耶，谢小叶的，谢小叶单人完成了666任务，谢小叶家的积分，谢1666个666，不行，我喉咙疼，下了。明天可能会来打游戏吧，不知道。拜拜，每次来飞姐这里都能抢到宝箱，好开心。点个关注，谢谢。求求你啦，给我点个关注吧。咦，今天涨了几百个关注，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还可以。今儿个涨了几百个关注，今儿个涨了500多个关注啊！拜拜。旅客期待中小声别繁忙，期待着什么？